搞了半天原来是但是那个 Urban Bunny 赛车手郭登，云海耶，我在神经病，为什么我看到都是土，真是的。但是云海我完全可以旁边停着然后下来照，对搞了半天原来我不是来滑雪，是来看哇云海耶，哎呀玻璃窗好小哦。我怎么觉得你的照相机有变形？憔悴玻璃，憔悴，没有倒时差玻璃。后面有辆破车跟着我们，砸他！好，现在要漂移了，我帮你配音。休息了。哦，轮到我了，轮到我这边。